这个咱俩比东北，不能比东北，东北还比它暖和。是，我们比它暖和。嗯。它就是啥跟这也不一样，我们有炕，有暖气啊。嗯。那东北也有长这帘子的吧？哟，人家人家又没有不搞帘子的，人家是双门，双门都不搞帘子了。这人人关一个门，里头还有一套门呢。你单门不一扇门不就得搞帘子？这么回事儿。人家有双门的，双门关的严丝合缝的。那东北这时候得零下20多度吧？晚上得到30度了，27、8度，25、6度的，白天15、6度，17、8度，白天。嗯。那这你没法比，比不了。东北屋里暖和，屋里现在，暖和。咱管理不能比东北。比不了。东北到时候大街上都没人。也有事，人像这是有啥事，他咋不想？我那白天我得上那些大秀室里玩去。我住那地方是个车站，80%已经职工，已经退休了。退休老头人没事，国家人给退休老头预备个屋，大球的，来象棋的，有人打麻将的，锻炼身体又不赢钱的。你不是退休的不，也上那个也玩去。他也不管，那屋里一转圈的暖气，二三的片，净暖气。人烧的，人国家给烧的，有那个待遇。哦，国家给烧好的。有那个待遇，国家，咱们给这退休老头老太太退休上那个玩的，打牌的，看麻将的，打麻将的，打球的，来象棋的。啊，那就是个俱乐部行吗？这俱乐部锻炼身体。不是退休的上那玩去，那也不管，那也让去，屋里暖和，那暖气都一摸都烫手，那暖气要是热气来时光一散，屋里才会暖和吗？那锅炉那管多那面积跟这纸筒烧的，一个锅炉一天一宿倒一堆煤，那大锅炉大，锅炉，那锅炉大。你想想吧，站着吧，这样，再关上门儿，它就没那么冷了。关门就差了。几个人那个初二了，用那个事看看头年还能下来吗？我到下午，我到再等五到年跟前再下来，这也没那个时间了。这谁不年跟前不卖的东西多少的？我到下午我到镇上看看。昨天还几个日了，还不到一个月的，28天。我到镇上看看，到那个民政上看看去。给你上逛。吵的来，那真是别扭了，这受的妈这个脾气。找老队了。死不起，活不起，得这个兄弟。你在那里也不经常睡吧？也吃啊。那管事吧，行啊，睡不了，你看，就显得小了，丑吧了，跟这个时候不一样。反过来，你看，这边那大了，这边能打了，往下打了，反过来往下敲，它不平。冷不冷啊？睡得冷不冷？咋不冷呢？我这屋里，我有个电褥子。电褥子还好点是吧？要不是电褥子嘛，我到我冻死了。还能冻死了？你在东北那都是经历过大风大雨的人。大风大雨在东北那人家那屋里暖和。哎呀，屋里人家有火炕，有暖气。那你以前有没有住过桥洞子或者是山沟啊啥的？没有。啊，没睡过什么那个地铺啊啥的。啊？没睡过大街上。啊。
钓上。给你钓上这个好点了吧？啊、我说给你钓了一个这样的棉布帘儿。那个刚杀，那是刚杀好的鸡啊，那个还没那个啥呢，还没去内脏呢。这肠肚还没抠呀？啊，对对对对，你自己处理吧。我抠就行。啊，我就是我爸就把那个毛给你摘了一下，啊，就给你送来了。我抠就行吗？啊，你自己会整啊？啊，会整。这个鸡准备怎么吃？开个东西炖呗。炖鸡啊？啊，那行，那你放点啊，放点大蒜呀啥的。啊。嗯，对呢，对，这个是个，这是个老母鸡啊，这是个老母鸡。哦哦，不放蛋了，然后就把它杀了。啊、哦，还进屋吧，还是开档？啊，不用进屋，在这儿聊会儿就行呗。啊，聊会儿就行呗。啊，给你装个这东西，应该会好点吧？啊，这行了，好点了。专门给你买的那个带，是不是也这么定呢？啊。你爸定的啊，是这样整的啊。这什么？这中间怎么没整上？这中间、啊、这地方整不是？哎，整不正是不定啊？这哦哦，这顶上了。嗯啊嗯、啊，那行。嗯、啊，这样就不那个啥了吧？嗯、啊。这样还有个小窗户，这样里边都、啊、能看见亮了。啊，对对对。啊、这样到晚上嘛，也得把门关好、啊，也得关门。啊，那当然，关门是肯定要关门啊。啊。下面怎么还有缝啊？下面啊，这没事，你关门就好了，关门就好了，关门 啊, 啊，这样暖和暖和吧，这样啊，暖和，这样起码不进风了，这样。你买这个车，这不是这样的，烧油的。嗯，烧油的。那比那个车快。啊，对比那个车快。嗯，花多少？花十七万。啊。不过说咱家有车了，你说你想去哪玩，然后我就咔就带你去了。不能去了啊，过年暖和再说吧。啊，暖和的时候再去啊。哦，你头年是一年出来了年了，孩子。嗯。过年再说吧。过了年。你上你姐那去了吗？嗯、去了呀。啊、哎，你到明年走，带我走啊。啊，对啊。你妈也去吧。我妈也去。光你爸哥哥也在家。啊，对对对对。要走，走了有一个月了吧？啊，对，太冷了。是。一冷，那个小孩那个小闺女受不了。有孩子，孩子太小，年要是在那个过年是来家的话，得回家。啊？回家过年的。嗯。那我能在那边过年吗？哎、小孙女挺好的，吃的。啊，吃的胖胖的是吧？嗯。脸也白了。是啊。是吧？他之前在这儿，那个脸都皴脸了。是。到了城里，暖和，来家里冷，家里没暖气啥的。对对对、嗯，你在家还穿的特别多。是，你看在那个市里边那个房子里有暖气，就穿个秋衣就可以了。是，那你媳妇上着班了？啊，她上着班呢。嗯，你媳妇头年还得来一趟，我也不知道。来，她得来看你啊。啊，这样子，别耽误她上班。啊，他最近嘛，公司也挺忙的，厂子里活也挺多的，嗯，啊，也没时间来，嗯，有时间再说吧。啊，就是就是。皮皮，说说，啊，这个说，这个说，这个说，啊，真乖，真乖。这里有太阳，带皮皮他们上来玩，你看皮皮累了，休息了。谁听话带谁回家，谁不听话就摔在这。壮壮，不能喝，那水太脏了。你看，那你一点水就喝。别动！你看我们这里村庄，这里从山上看到那里是中山，中山我们的中山镇。你看，嗯，
给你们照一下我们这里美景。你看，皮皮，皮皮穿新衣服，好漂亮，戴了个帽子。壮壮上哪里去找妈妈去？哎，壮壮不听话耶，叫他坐在那跟他妈妈等去。走。你别踢他。嗯，叫他坐下，坐下。嗯，听话。你撒开这他两个奶奶，刘董，壮壮。嗯，可以吗？都漂亮。呀，两个人，两个人。带他出来减一下肥，过年了吃的太胖了。这太阳要落山了，你看，夕阳红，夕阳了，暗暗的。坐下，怎么又过来了？哎呀哎呀！